家好，我们是新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，我是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过家家。过家家，过家家。大河马、小河马聚在一起过家家。河马，河马。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。大河马、小河马聚在一起过家家。一个布娃娃当作自己娃。布娃娃，布娃娃。当作，当作。娃，娃。一个布娃娃当作自己娃。布娃娃好漂亮，大眼睛，水汪汪。漂亮，漂亮。眼睛，眼睛。水汪汪，水汪汪。布娃娃好漂亮，大眼睛，水汪汪。我当你的好妈妈，教你跳舞把歌唱。当，当。教，教。跳舞，跳舞。把歌唱，把歌唱。我当你的好妈妈，教你跳舞把歌唱。布娃娃香又香，花花裙子穿身上。香，香。裙子，裙子。穿身上，穿身上。布娃娃香又香，花花裙子
穿身上，我当你的好爸爸，教你本领学说话。本领，本领，学说话，学说话，我当你的好爸爸，教你本领学说话。布娃娃，爱卫生，洗洗澡更健康。卫生，卫生，洗澡，洗澡。健康，健康，布娃娃，爱卫生，洗洗澡，更健康。布娃娃，不挑食，喝了牛奶。又吃瓜，挑食，挑食，牛奶，牛奶。瓜，瓜，布娃娃，不挑食，喝了牛奶又吃瓜，大河马，小河马，富有爱心，人人夸。富有爱心，富有爱心，夸，夸，大河马，小河马，富有爱心。人人夸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哦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，晚安。